我们欢迎林慧哲老师，以及远从德国来到台湾的指挥家，欢迎 Mr. Roof 一起来到台上，我们欢迎。像我在台上讲的，得奖对我来讲最大意义就是我可以好好的在他们看得到的时候好好感谢他们。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唯一对这个奖有的感觉，就是满满的感谢，感谢帮助过我们所有人。而且最可爱的是，除了感谢工作人员之外，你还谢谢了乡民。我觉得乡民也很感动。妈妈，因为我有很大段的生命都在乡民跟他们斗争。有，是乡民。原来不是，也是个乡民，所以乡苦乡民是不会为难乡民的。哦，好，小心小心小心。好，不要挡到脸哦。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合照哦。好，左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哦。左手边。谢谢。好，脸都没有被挡到哦。好，来中间。所以我们人生都进入了，有一些人都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其实没有结婚的人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那什么阶段？也许各自阶段。讲清楚。就是下一步可能是出家之类的。没有没有。也许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完东卫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部分是告诉自己说。就是东卫疗算是前13年苏打绿的一个总结，然后可能这个结束会在 In Summer 的巡回完了之后真正的告一段落。那至于下一个 Phase 2的 Soda Green 会是什么样子 ？Phase 2健身 ，Phase 2 就是下一个的苏打绿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料想到东卫疗会变成一个这么巨大的样子。对，然后，对啊，我觉得我们或许应该会好好的思考一下。